是，好啦，那我们连接完成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连接完成了，这里是发送端，就连接到我们相机的部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。好，连接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发送端，现在是连接到相机的部分。那我们接着，好了，那我们连接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发送端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相机影像的部分。好啊，那我们连接好了，OK，那我们连接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相机端，就是连接相机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影像接收端，就我们接收跟发送端中间是无线的，所以我们相机如果把它拿走，拿到超远的地方，我们的影像还是可以继续传输回来我们的接收端，这真的是超帅。所以你如果一条 HDMI 线可能5公尺、10公尺就很极限了，你这个无线突传，你可以拿超远好几百公尺，它还可以接收到，这超帅耶！没事，超帅。